忘记所有关于自律的事情。近年来，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研究都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实，意志力本身是行不通的，因为意志力，也就是自律的能力，是一种有限的资源，它跑得比你的意识都要快。当你每次做决定的时候，无论是上班要穿哪件衬衫，还是开车去健身房听哪首歌，你都在耗用你有限的意志力去做决策。所以当你要做出一些重要决定的时候，你的大脑往往没有足够的意志资源去推动你去解决这些艰难的问题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该如何做呢？一，尽可能的取消一些决定，减少每天使用意志力的次数。